羊头。今天吃爆辣羊蹄儿，还有金针菇。
哇！哎呀，真过瘾呐！哇！家人们啊，这个位置有小黄车，这个国产火鸡面啊，国货之光，嘎嘎的粗面的啊，跟某养味道都是一样的，差不多啊，但这个绝对是够用了，价格也够用啊，29.9块给你发23袋，是不是家人们？绝对够用，嘎嘎权威，宽面的、粗面的，你们喜欢吃直接去拍就行了。但是这个面嘛，到家煮必须得给煮开了，煮10分钟以上，就是老弟吃这种效果啊，好吃，确实好吃啊，23袋，29.9块。Mm-hmm.